在今天活动最开始呢，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活动的主办方是哈佛研究中心，协办方是中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和未来科技有限公司。同时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纽约名利场和亚星传媒作为本次活动的特邀媒体支持。今天的活动呢，可以说最大的主角就是我们的孙良刚老师了。这里要说起孙良刚老师呢，刚刚我也介绍了，我在国内的时间会比较久。其实在国内的时候啊，就已经对孙老师是这个耳濡目染，已经了解孙老师了。但是呢，可以说孙老师知道孙老师是我们的这个后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发起人，同时也是我们中国写意派的这个代表人物的艺术大师。但是呢，过去对孙老师一直是这个可远观，但是触不可及的。但是直到来了纽约以后，加入到哥大的队伍当中，发现孙老师原来也是我们哥大的一个 faculty 啊。所以呢，这一回也是非常荣幸能够接受孙老师的邀请，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孙老师这个对人工智能领域方向的这个研究的见解。没错，那我想啊 ，Nelson 可能跟在座的大多数人一样，对孙老师的认识可能是最开始于艺术或者是哲学或者是绘画领域，认为他在这个领域有非常高的造诣。但是今天他的这个身份可能略有不同，他要和今天其他的几位嘉宾一起为大家带来的是他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成果汇报。那说到人工智能这个当下可能是最热的话题，我想先问一下 Nelson， 就是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呢？你觉得什么是人工智能？其实 personally 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因为我是媒体人出身的，我会觉得人工智能其实是一个坏家伙。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其实早在2年前的时候，人工智能就是可能这个火苗刚刚开始燃烧的时候，我就敏感的预感到啊，未来我的工作可能就会被取代了，我可能会失业了。所以呢，我就毅然决然地放下了过去的工作，来到了美国来进行读书。可以说这2年时间里面，大家也有目共睹地看到了，作为媒体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可以说是和轻技术结合最为紧密的一个行业。那现在的人工智能呢，在媒体圈子可以说已经取代了很多过去人来做的事情，比如说写稿子，最早的有我们的美联社的，包括华盛顿邮报的、纽约时报，包括国内的有腾讯的Dreamwriter， 今日头条等等等等。到现在为止不只是写稿了，你知道吗？连主持人都是人工智能了，像上海东方卫视的 这个小兵每天都在播报新闻。未来呢，会更多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包括新闻的分发派送，视频和语音的这种结合。所以我想人工智能啊，将来可能会完全的取代我的工作。所以这里我不得不说我恨人工智能，但是我们又必须要亲近它，学习它。我觉得你这个角度真的是非常的新颖，然后也觉得和很多人的切身的利益其实很相关，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了很多行业的这个职业发展。其实呢，今天是孙良刚老师人工智能系列讲座的第二讲，然后呢，我们其实在5月19号已经在哥大俱乐部进行了一场关于人工智能以及未来科技的系统讲座，主要讲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些发展概况。那在此基础上，今天孙老师将给我们带来的其实是人工智能对于金融这个独特的行业和领域一些影响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预估。好的。刚刚 Lukina 是问了我对 AI 的了解，但是其实今天是高朋满座，在座的有很多的行家，同时呢，我们更多的我们的学者包括嘉宾也都入列在我们整个的观众席当中。所以呢，我们还是请我们今天要讲座的几位嘉宾来首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首先是杨博士。大家好啊，我是杨晨光啊，那个目前在彭博社做这个 senior 的这种数据工程师。很高兴认识大家。我做的一些研究呢，也跟这个人工智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一会儿呢，我也会进行一个简短的 speech。大家好，我叫曹金 George。我目前呢在 Delphi Capital Group， 就是德华资本做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然后同时呢也在一家创投企业叫做 Whitestone Capital Group 分投企业。我是创始人Managing Partner， 从事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方面的投资。今天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活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个领域的心得，谢谢大家。谢谢杨博士和曹博士的简单的介绍。我们还有两位嘉宾，也是我们孙老师的合伙人，我们也有请他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做一下自我介绍。两位美女
大家好，我叫包涵，很荣幸跟孙老师、孙连刚老师，然后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我是 Profit Partner 的 Manager Director， 我们主要从事人工智能的研究以及人工智能的开发。那么接下来会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浅见。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谢谢。我今天很高兴收到孙老师的邀请，能在这里当演讲嘉宾。然后我主要是做自己的企业，我主要是做一个艺术品的公司，包括我有一家经销投资集团，主要是从事艺术品和新的高科技和 AI 领域的投资，还有就是我们在中国的上海嘉兴，有我自己的一个产业孵化园区。然后我希望今天可以跟很多的好朋友，我们共同来讨论AI 呢，在我们未来生活中到底要是怎样的一个发展？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Lukina， 我觉得今天可以说，是一个集智慧、颜值、思维、艺术与技术于一体的这样一个 conference， 所以大家享受它吧。对，那对，下面就让我们把话筒交给孙连刚老师，他将是我们今天的主要演讲人。大家下午好，这么热还能抽时间听我们这个演讲，我非常感谢大家。给大家聚的这一块呢，是个开心的事儿。今天又请来了杨成光博士、曹晶博士啊，他们是在技术上非常出色的啊，非常出色，而且有自己独到之处啊。我说话比较江湖一点啊，希望大家能理解。这个刚才我们都说了 AI 啊，我上一讲就是讲什么是 AI。AI 是什么？啊，我觉得我上一讲就是讲了这个，我今天再重复一下啊。我们现在的自动化，包括大数据，不是 AI， 跟 AI 没有什么关系。什么是 AI？AI 必须是有意识的智能体。如果它不是有意识的智能体，它只是个大数据，只是个自动化，只是个这个测算，只是个深度学习。它不是 AI， 不是智能，啊，我现在说我们叫人工智能，什么工业 4.0 啊，这个我们比较扯，这事比较扯。我说呢，现在不是未来，我们未来怎么办？我怎么失业？你现在就失业了，你知道吗？因为今天来的呢，肯定都是搞金融、搞投资的啊，就是你们没有敏锐的感觉到，你们的工作就没了吗？你们就还投什么资啊？你们就失业了。因为金融这个体系，我今天讲的就是人工智能体系是如何颠覆金融体系的啊，金融体系如何在未来5年到15年间，货币跟金融体系不存在了啊，不是危言耸听，是我晚上看那个资料的时候，看文章的时候，我都毛骨悚然啊，说5年以后整个金融体系10年崩盘了，我想有多少人那个积攒的钱、积攒什么，然后都不存在了啊。第一个呢，我在讲在各国央行管理的体系的金融体系啊，在未来5年不存在。为什么不存在？因为我们的货币出现的问题太大了，都是人的贪婪给这个货币带来的灾难性的东西啊。由于各国央行、各国金融体系都在滥发货币，滥发货币，大量的货币已经失去了它的安全性跟它的信誉体系，啊，这个时候呢，数字货币的出现啊，比如说我们有人说，比特币是不是以后可以代替货币？它还代替不了，它只是个金融体系的一个想法中的一个模拟，一个模型，它不能代替这个金融体系，但是它也是给央行领导下的现在的货币体系一个警钟，就如果你们还这么贪婪，你们还这么金融资本金融还在央行这种控制下想控制这个金融这个体系，我想那个你们也别这么想了啊，因为未来的货币不再是各国央行能控制的、能发行、能中间产生堕落、贪婪跟野蛮性的这个货币，货币
进入了数字化货币跟智能货币啊，实际上但是它背后的支撑 它一定要有，也是有大数据，也是要有这个科学的支撑啊。未来这种货币体系完全进入一种数字体系啊，所以说呢比特币呢它最大的问题是它创造了一种不是在央行领导下的，就是是在区域链上领导下的一种新的测算方式，新的货币形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它又创造了一种货币，但是这个货币不能代替这个，就未来的货币体系一定是取代货币，货币这个上百年上千年这个货币这个概念由央行发行的这种体系一定会崩盘，而且会很快的崩盘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金融从事者，如果你不能警觉这件事儿，啊，我想你们是没有未来的，没有未来的啊！不是说人工智能未来的世界，不是说未来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早悄悄的进入了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生活。现在是观念性的改变，就说孙老师不是学技术的，孙老师是学哲学的。我都隐隐约约意识到我对技术对数字根本不感兴趣，我都不知道我信用卡有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家里存多少钱。所以说呢，我们智能时代的到来啊，绝对是在5年前10年前15年前 IT 产业对我们现有的社会金融体系的冲击是不可想象的啊，它要比5年前15年前就是金融业对这个互联网对金融的冲击是不可想象的啊。所以你们不要想说我是不是作为升级版，不是，是彻底的从你的观念中要淘汰旧有的金融体系这个概念啊。我觉得呢，各国的央行呢，他们非常坏，他们不断的在控制数字货币啊，他们认为智能化数字货币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能不能在央行的控制下去改革的方法，让这个各国的央行慢慢推出数字货币，推出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贪婪，也是不可想象的啊，不可想象的。所以说呢，我认为我们现在就马上意识到你要觉醒了，现在的金融体系崩盘的时候非常马上就要到了。因为全球的经济，全球的社会都在塌陷式的解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解构。为什么我特别的今天想关注，就是金融人工智能对金融体系的颠覆的作用。为什么我今天非常想强调这件事儿？因为金融体系的出了问题，是整个对全球、整个对社会、整个对人类是重大的灾难。我们关注的可能都是关注的特朗普，关注的什么那儿打仗，什么那儿什么危机，都不是。一旦我们的荷包出了问题，我们的金融体系出了问题啊，这个问题是非常比战争还要恐慌啊，比战争都恐慌。所以呢，现在像杨成光博士、曹晶博士他们在完成他们的大数据这个过程中啊，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问题是非常。在建立一种系统，啊，各国的，这个金融科技跟金融改革家都希望用科技来改变现有的金融里边的问题啊，金融的问题。但是现在这个他们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在3年间啊，其实我关注人工智能就是2015、2016、2017，我就3年的关注。我关注以后，我越来越觉得它这个可怕的。它对现有的社会，整个对人类的升级啊，是一个重大的机会，也是上帝啊给人类最后一个叫智能方舟，啊，我们整个人类的贪婪堕落，包括我们的这个体系的衰败，全是啊上帝给我们如何去修复我们的 DNA。所以呢，这样呢，现在在生物科技在修复 DNA 这方面，整个人类的 DNA 需要修复啊。现在呢，智能科技就是引领人类进入另一个方舟，这个方舟就是新人类啊。
我觉得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智能的，给了我们智能，我们才不是动物，不是野蛮的动物。上帝给了我们智能，让我们有了思想，有了善良，有了正义，这个就是智能的本质，不是机器，不是自动化，不是我这个我造的有多少大数据，我有多少，那跟智能没有关系，啊，跟人工有关系，就是人在造什么，对不对？现在正是新人类的时候，这个新人类不能说第五代机器人，我们现在攻克的就是有意识的机器人。机器人有了意识，有了自我反省，有了自我反思，有了深度学习，它自然会产生有意识的机器人。如果人类在未来的人类中还能用人造的这个下一代啊，做把人类本身的 DNA 里边的贪婪、野蛮、那个愚昧啊修复了啊，我们创造出一个叫完美宝宝。我今天也在说了，我们的完美宝宝就是我们第六代机器人啊，第六代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既有意识，又没有贪婪性，又没有野蛮性，又没有人类本身带来的局限性啊。不管人类怎么去发展，人类本身带的这个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贪婪，我们的野蛮啊，甚至霍金说人类可能还有200年就人类都 over 了啊。我说我们现在要干的事儿就是赶快提起霍金的 DNA 啊。我们现在做的事，像霍金这样的大科学家，我们应该把他的 DNA 保存，甚至我们的永生计划可以让他再繁衍出新的东西，他的这个生物识别，那个生物密码，我们要做的就是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啊，这些领导整个人类的这些人，为什么我们的生物科技不能在他们身上提取他们的 DNA 啊，作为他的复制，包括作为他意识的转移啊？所以说呢，人工智能跟我的未来的生物科技的结合，才是现在我们要做的事儿啊，就是人工智能如何有大的突变啊。我现在就说为什么 Google 的体系是不可能智能的啊。 Google 的体系只是在高度的测算跟科学的这个体系中，它享有智能是不可能的。它不管它算得多么精准，不管它的体系有多么的那个数据有多么的快，它都不可能智能。所以我今天在这儿就是在挑战 Google 的大数据。他以为他有了大数据他就可以卖出那个东西，他不过是 NASA 的那套过时的东西，他根本没有创新的东西，因为他是一个封闭的啊，他封闭了所有的体系中，他封闭了他的体系，他认为 Google 是老大，我是老大，谁要想玩你就得用我的大数据，你就得用我的体系，甚至你必须得用我这套模式。如果我们不能有颠覆性的突破性的思维，我说的是思维，加上我们的产品一定要有意识，包括杨成光博士，包括曹晶博士，他们的东西，我跟他们的合作就是我说你的产品一定要具有意识，自我意识啊。如果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机器计算机体系产生了自我意识，自我修复，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我调整系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每一个人为什么有这个免疫功能，就是自我修复功能。其实一个动物一个机体它都有它的自我修复功能啊。如果我们的机器人，我们的第五代第六代机器人能自我修复系统跟自我完善系统，还有一个就是在它的过程中不断的自我升级的话，这才是真正的智能。所以说 Google 现在的大数据它的大测算已经快到 离真理很近了，但是它永远跨不到真理那一步。是什么？是它有局限性啊。它是在科学的体系中它建立了那一套体系，它不能跨越那个智能这个愉悦。严格的说，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呢，他那口气啊，给了我们一口气，那口气才是智能，不是他造我们造上帝造人的时候那个怎么捏塑我们的那个都不是啊。所以呢，现在我们每一个人搞金融体系投资也好，那我们说
我投什么？孙老师，你说我投什么？我有很多钱，投资未来，啊，各个，如果你的企业还没有创新办公室，你还没有创新团队，你还没有引领你的这个导师，创新导师，你的企业就等着 over 吧， over 了。不管你现在多么强大啊，现在各国政府、各个大学，包括白宫，白宫啊，就是白宫现在也成立了创新办公室啊。美国要想再成为世界老大，不是靠你的航空母舰有多样，导弹有多样，你的萨德有多样，根本没用。你必须有创新，未来的创新力影响才会引领这个世界，不是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少军力，那些东西都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说呢，现在的资本最大的问题是我有很多钱啊，我不知道投什么，我这些不知道投什么。现在的硅谷也是过去了， Google 的也是成为未来了，它是 IT 的产业，但是未来重新建立人工智能这套体系，包括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创新啊。如何创新？你还在你的那个系统中，你还在你那个体制中，你必然走向 over， 走向灭亡啊。所以说创新精神，我们在寻找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那口气是什么，这个气就是人工智能，就是智能化。未来不再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的工业发展到这个数字化了，现在是智能化。你的任何的研究的点，一定让你现在的体系，不管你现在做房地产，你还做什么的，你的体系如何进入智能化时代？赶快建立一套自己智能化，在智能化体系中的标准。清晰的概念，设置标准，建立智能体系，啊，包括我们的金融体系面临着最大的重新洗牌，啊，货币都进入了不存在了。你告诉我，你说我是银行，我还存了很多钱，我还做传统银行，那就别想了哈。就是未来就是如何创造一个更可靠、更安全、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货币，这种货币，啊，我也是在现有货币。跟数字化货币跟未来智能化货币的这个过程中，现在正是在孕育而生的时候，谁抓住现在这个机会，谁就是未来的比尔盖茨，未来的这个巴菲特他们。如果你还停留在现在的东西，那你就等着 over 吧，啊，这是一个警讯啊，警讯。这是我在人工智能对金融体系的一个个人想法。这几天呢，我也在研究说，如果有意识的机器人的出现，啊，会对整个的这个社会有什么颠覆性？现在的深度学习，现在的这个大数据跟深度学习，隐隐约约已经意识到，有意识的计算机一定会出现，而且非常快的会实现。非常快的实现，如果它不但机器人能帮我们做，还能帮我们管理，它还能帮我们想问题，啊，这个机器人才是第五代机器人要做的事儿啊。人类现在的金融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去人工化，以人为主导的、以人为体系的管理金融体系，必须赶快清除。现在一定要有机器思维，用你的机器思维来管理你的金融体系，来提升你的用机器思维，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人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也在探索研究美国的选举制度啊，用人工智能这种大测算啊，这种数据化，包括智能化和预估啊，这个系统如何对美国的选举体系。出现的那种落后的那种不安全的，甚至不准确的，甚至有人造票的啊，如果要用人工智能这个体系，就不会出这个问题，甚至我们会减少这里边出现的很多的问题，这也是人工智能要做的事儿啊。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是金融啊，我们不要谈我们什么民主人权，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荷包啊，我们创造给这世界创造的财富如何得到公正的回报我们，这就是金融业要做的正义感，不是说你有赚多少钱就是金融界的债啊，就是说我们要保障世界金融体系、国际金融体系跟我们金融体系如何是在这个正常的，不让那些贪婪野蛮的人把这个财富乱花啊，这样呢要去当中的环节人对金融的影响啊，这也是我们初级现在要做的问题。在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技术的升级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很多的利润，很多的利润啊，比如说很多的体系，包括 Visa 体系啊，包括信用卡体系，包括这个贷款，包括审核，包括这些东西都要进入机器智能化，机器智能化啊，减少人对这件事的干扰啊，所以你的那个有效性啊，你的公正性跟你的这个科学性才能得到保障，这也是现有的人工智能就是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一个升级版啊，所以现在我希望就每个你们自己在做的事的时候，你考虑你的东西是跟人打交道呢还是跟机器打交道啊，就未来是尽量都是跟机器打交道最安全啊，人跟人之间就谈恋爱就行了，就谈艺术就行了，就谈毕加索，谈安迪沃弗，杰森波勒克，这可以谈啊，在谈钱跟事儿上尽量交给机器啊，按机器的思维模式，按制度的模式去完成每一个工作中的环节啊，这就是人工智能的初级要走的。人工智能进入这个关之后，下一关就是他自我帮老板想怎么赚钱啊，你现在如果说有一个你还靠你姑爷，你还靠你女婿，还靠你儿子去管理你的公司的时候，那是不靠谱了啊。如果你有一套智能体系在管理你的体系，你就告诉你的智能机如何帮你赚钱，如何帮你管理钱，如何帮你去投资，如何帮你去分析市场，分析这个大数据啊，这样呢也就是减少了人对这件事情的干扰，这也是未来金融，就不是未来，就现在金融马上需要做的啊，这个呢也是我对现在的金融这个体系中的问题啊，如何进入这个体系的一点个人的想法啊，但我不是金融学家，我是哲学家，是个艺术家，是个疯子啊，所以说呢，我可能说的很多地方不具有技术性，也不具有专业性，我只有我的想象性啊，所以未来不是说你做了什么事，是你想到了什么事 idea， 你的 idea才是改变这个世界创新最宝贵的东西，并不是你做了什么事，你做的越少可能你犯的错越少啊，你想的越好你做的越好，所以未来不是拼体力，不是拼那什么，也不是拼制度，如果你的没有 idea， 你的思想不能在一定的高度上，不能建立一套标准跟体系的话，你光靠制度光靠规则也是不行的啊，我今天这个问题就谈到这儿，就是大伙儿有什么那个问题，我可以解答你。两个公司都竞争的话哈，他也用了 AI， 他也用了 AI， 那最后他这个 AI 怎么决胜啊？就是你比如说他也达到了这个 AI 的顶点，他也达到了 AI 的顶点。AI 是没有顶点的，顶点是你的。你设置的顶点啊。哦，是吧，我正。这世界上没有两个绝对。只有上帝是绝对的啊！谢谢。如果按照您的说法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以后就不用赚钱了？是的，赚钱把赚钱的事交给机器人，你好好去谈恋爱。孙老师你好啊，我觉得你想法非常非常有提力，就非常非常有兴趣啊。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未来人就是人的想法是最重要的，然后提力是不没有那么重要。那人那么保证自己的想法能够保持自己的胃口，自己的方式，而且这么保证这个想法能就是我们的，而且人家不能偷我们的想法，机器人能不能帮助这个地点？这个事是这样的，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不造一个完美的我们啊？他造我们的时候为什么还让我们造我们的时候还有野蛮跟贪婪？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也想到这个问题了，说我如果造一个完美的人，他没有野蛮没有贪婪，他也就没有了自由啊。
就是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给了人自由，给了人什么自由？给了人犯错误的自由，给了人审判的自由，给了人改过的自由。所以说呢，我们人类不断的在前进的过程中，在上帝创造了我们的时候，也给了我们自由的同时，也给了我们犯错误的自由啊。我们的机器人也会有犯错误的自由，在给他的时候啊，但是他是我们造的，就跟我们上帝造了人类，我们造了机器人，我们是没有能力跟上帝来讨价还价的，机器人也没法跟我们讨价还价，因为他的意识也是我们给予的他，啊，我们人类要保持永远上帝给我们那口气的时候，我们永远那个创新，他只不过是智能，我们人类你知道有多大的潜能吗？你知道我们人类一旦把那些挣钱的事儿，什么看孩子的事儿，把那些繁琐的事儿让机器人做，你知道我们人类天天胡思乱想，我们会创造出多少财富，多少美好的世界吗？啊，我们现在那些天天那些人去打仗，那些全交给机器人打吧，我们干嘛？天天谈恋爱，只有恋爱才有创造力，只有爱情艺术，只有美感才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宝贵的财富。干活的事上帝惩罚我们才让我们去劳动，我们惩罚机器人叫他替我们劳动吧，但是谈恋爱的事不要让他去，他一去我们就完了，因为他太完美了。我们首先进行一下这个奖项的颁发仪式吧，就是合作关系战略伙伴的关系的颁发仪式。我们首先请孙老师为我们的几位博士来颁发一下这个教授研究员的授权仪式啊。杨成光博士是我们哥伦比亚研究中心的首席金融跟 AI 的领域的专家啊，他是我们的终身教授啊，也是我们的博士生导师啊，他也是我们人工智能这个股东啊，现在他就会拥有我们的人工智能100万的股权，我们在未上市之前他会有100万的股权啊，一旦我们公司上了市啊，最少在80到100，就是80是我们120是我们的上市这个起步啊，所以现在我们送他100万的股权和这个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啊。好，我们曹晶博士是哈佛研究中心啊人工智能首席博士生导师研究员啊，是终身教授啊，这个他也是我们 AI 这个股东啊，我们现在就是赶快这个让我们的这个未来科技产业变成这个可以上市可以融资啊，这什么，他也拥有我们100万的股权啊，现在我们都是合作伙伴啊，合作伙伴。岳柳也是我们哥伦比亚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而且呢他是我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永生计划的第一个实验做实验的啊，我们的永生计划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意识永生下去，也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现在生物科技要做的叫再生计划啊。下一个新闻发布会呢就由我们来做下一场关于人工智能跟生物科技永生这个体系的希望大家参加啊，这是我们的那个未来，它永远这么美丽，永远这么美丽啊！我们会做它的机体再造这个工程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为人类永生做出牺牲的也不叫牺牲啊，没准成功了，我们下一个可能有比尔盖茨了啊。好，我们萨娜漂亮的美女啊，是。这个成吉思汗的女人啊，是蒙古人。当年成吉思汗打遍天下啊，打遍天下，所以在他身上还有那种蒙古人的那种爽气啊。他也是我们人工智能这个体系的 partner 啊，也是我们 IT 这个未来科技拥有现在100万股权的这个拥有者啊。未来一上市可能就是亿万富豪啊，就是款婆啊，赶快该下手就下手啊。所以说呢，未来的科技不但有钱，我们还有未来，啊，这个是，希望那个抓紧时间投资未来啊，
这个时候赶快下手，你们就是下一个那个巴菲特啊，巴菲特。好的，谢谢孙老师。孙老师也是一个大家看出来啊非常豪爽的人，一不留心把这个商业机密都给说出来了。不过没关系，我们相信未来会更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今天的第一位主讲嘉宾 Sana， 他也是刚刚新进的这个合伙人，同时呢也是孙老师口中成吉思汗的女人蒙古公主，我们有请 Sana。大家好，首先我第一件事情要更正的，我不是成吉思汗的女人，我是成吉思汗的女儿，对，我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了，这是外话。首先很高兴今天有机会，然后呢跟孙连刚老师在这边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公司，我们 Profit Partners 关于人工智能的一些浅显的一些想法。那么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包含，然后呢我是 Profit Partners 的 Manager Director， 然后我们在这个人工智能方面呢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以及有很多的客户已经跟我们在合作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呢来讲一下。首先呢我在跟我的这个 CTO 在 develop 今天这个 research 的还有这个 speech 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呀，有没有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可以代替我做这个 speech， 然后我可能会很紧张，然后我的 CTO 跟我说，他说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行业有一个达成的共识，从伦理上来讲，有我们人类感情参与的活动的话，现在人工智能不管它发展的再好，我们也是不将它进行应用的。所以接下来我讲的所有的内容呢，一个大前提就是我相信不管人工智能在未来发展的如何的高端和如何的好，如何的先进，但是很多关键的人类的工作以及涉及到情感上的工作，我们是一定不会被取代的，所以大家要放100万个心。好，我们现在就进入正题哈。实际人工智能已经完全影响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有一些朋友呢还停留在比如说 AlphaGo， 比如说就是机器人，但实际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朋友们，有多少个经常用 Uber， 请举手。 Uber， 我可能女生不太用哈，就是 CEO 也刚辞职。Uber 最近呢，不知道用的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你每次订 Uber 的时候呢，那个价格不断的波动，你会发现这个价格它是怎么出来的呢？ Uber 就最新的引入了一个人工智能的计价系统，它已经不再根据你的距离以及根据你的坐车的这个时间来 charge you， 它根据什么呢？它根据这个客户意愿到那个目的地想要付的那个钱来 charge 你。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比如说如果你在一个富人区打车要去 Trump Tower 去见孙老师，然后呢你的 charge 的费用就可能比如说在中部或者 Jersey 某一个地方要 charge 的高得多。那也就是说或者你下雨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打车的就比晴天要打车贵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人工智能，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 customer behavior learning。 那如果不是那么多人用 Uber 的话，请问有多少人在用 Amazon 或者 Netflix？ 请举手。哦，很多啊。那么很简单，很简单。实际这个应用已经早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我们一打开 Amazon 的那个网页，或者一打开 Netflix 的那个网页，就会有一个 pump up 的什么呢？你的 recommend list， 对吧？你的 purchase list 或者你的 watching list， 它那个。怎么会出来呢？就完全是一个 customer behavior learning， 通过你的这个不断的浏览，然后给你推荐你刚刚想要买的东西或者你最想要看的视频或者电影。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非常基础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好，这些很简单的比较基础的这些人工智能应用， OK， 我们每天在谈人工智能叭叭叭叭叭，到底什么是一个人工智能公司，我们凭什么说我们是人工智能公司，我们在做的是什么，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哎，我真希望有一个人工智能东西能给我直接告诉大家我在讲哪一块哈。我们很简单的把人工智能分成了两个块，一个是 learning 的，一个是 application。 那个 learning 呢就是我们团队在做的事情，那个 application 呢就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客户是如何应用的。我们举个例子哈，就好像如果我们拿 Amazon 来说好了，那个 data 呢就是所有已经有的数据，旧数据，然后放到了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这是一个实际就是一个程序了哈，这是一个很多数学的算法做出来的程序。然后呢，通过这个程序呢，我们就出来了一个 formula。OK， 这个 formula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产品。就好像我是一个裁缝，我做了一个衣服，我就做出来的这个衣服就是 formula。客户呢就可以用我做出来的给他的这件衣服，或者我给他做的这盘应该就是这盘衣服，可以怎么样？可以预测未来，可以预知他想要达到的和想要测量的结果。然后再细化一点呢，也是还是比较这个简单的，我们细化一点，从 learning stage 来说，它就可以不断的通过不同的 variation 精确它的预测结果。然后在客户用它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进行不断的人工调试，因为机器它自己是不能调试的，所以我们要进行人工调试。至于我们的签约客户，完全是 non-disclosure information， 我就不谈了。我现在谈一些，比如说现在是公开招标的，已经有哪些行业在很想要进入到这个人工智能，然后让人工智能提高他们的效率，扩大他们的生产，提高他们的经济效益。当然 Robotics 还有这个 Drone Imagine， 就是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照相哈，这是其中一方面。我跟大家讲一下，前一段时间呢，我刚去了这个中部的一个 gas， 一个天然气的油田，天然气的这个矿地哈。然后呢，他们现在是怎么样做他们的这个输出的？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天然气。天然气是有个很长很长的管道，对吧？然后呢，他们每天现在需要通过人工的测量。然后每天呢计算他们的用户使用量是多少，然后人工的测算一个他们今天要释放的 gas 是多少，那么这个预测就非常非常的 rough， 非常非常的不准确了。所以他们一定会有每天有大量的天然气输出了很多多余而浪费的天然气。如果你能路过一些中部的一些天然气的地方，你能看到一个大管子在烧火，你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就是天然气，他们浪费的天然气，他们必须烧掉，因为如果储存那个天然气的话可能更贵。所以呢，他们现在就需要一个人工智能的系统帮他们精确的测量，精确的预测这个具体的他们应该输出的天然气量是多少，然后可以从而最大化的节约他们的库存，然后最大化的精确他们的这个预测量，然后提高他们的经济效益，这是其中之一。然后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哈，然后实际真的是人工智能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最近呢还有一个做 inventory 的，做这个零售的很大的一个零售供应商，这个零售供应商有一个什么想法呢？他跟我说，哎，你知不知道我们最近真的是总是出问题？我说出什么问题啊？他就说我的这些人，这个sales 哈，他在找客户，跟他找一个产品，那个产品客户告诉他的，然后他输入到那个电脑了，明明就是在电脑里面，但是他在商店里就是找不到，严重影响我的销售额。产品明明在那儿也没有丢，为什么就没有了呢？所以现在我们就在帮他们有可能哈，帮他们 develop 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 RFID scanning。 我们要引入图像识别，我们要引入定位，我们要引入很多的精确预算，然后当有一个人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通过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嘣 pump up， 然后通过几秒钟的时间告诉他这个东西精确的在哪，然后提高他的销售额。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目前为止可以应用的，而且是很广泛的即将会应用的一些产品。那么我真是坚信哈，人工智能是一定是一个未来和趋势，我非常非常的赞同这个孙老师的想法。前几天呢，我也代表这个哥伦比亚研究中心去参加了马云的一个会议，然后主持人就问马云说，马云啊，你这个三年之后你的 revenue 就要 $1 trillion， 那你有没有什么，像你这种人我们觉得你没有什么事情可惧怕了，你有没有什么害怕的事情？然后大家猜马云怎么说。马云说，我害怕人工智能，我害怕人工智能发展的太快，我的阿里帝国有一天会消失。在场的每个人都很震惊。我觉得最近大家能看到哈 ，Facebook 还有 Google 等等巨型的企业，他们投入了几十亿、几百亿进入到人工智能当中去。当然，有一部分很大的原因是经济利益驱使的。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害怕他们被历史淘汰，
他们害怕他们跟不上这个历史的变革，这个新的一轮革命的变革，变成下一个 Nokia， 下一个雅虎。我想大的企业这样在引领着我们，那么作为我们个人，不管在做是做什么的，你在哪一个行业，那我当然希望我今天这样一个浅显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个思考，就是如何让 AI 为我们所用，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我们的行业。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也非常感谢孙老师，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会后进行继续的讨论，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好的，谢谢 Sana。 可以说从自己的个人经历、自己的经验，同时呢也从大公司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了一下现在 AI 在各个行业领域当中的运用。其实 Sana 呢，他不光是对商业方面比较敏感，同时呢他自己的公司也在做着这些人工智能的深度的开发的工作，所以呢大家有一些合作计划的话也可以来跟他会后来沟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请出今天的第二位的主讲嘉宾，是来自布隆伯格的高级技术工程师，那同时呢现在也是新任的教授，来自哥伦比亚的研究中心的教授杨晨光博士，我们有请杨教授。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is event. I'm your host Yang Chengguang.In the next couple of minutes, I'm going to walk you through a brief review of the AI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current AI. And then later I will propose some kind of possible research area in the future. Okay, talking about AI, there are two news, a good news and bad news.Which one you want to hear first? Come on, let's hear something about good news. The good news is that in the last decade, our human being made a decent progress in AI. So we have the machine learning, we have the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right now. Then it comes to the bad news. The bad news is that your job will be replaced.Remember what Mr. Donald Trump always saying? You are fired. You are fired because of the AI development. Okay? You guys know this guy? So how pissed off he is. Look at, he's depressed. He's Ke Jie. He was the number one.World goal player, but he was number one until last month when he was defeated by the AI AlphaGo with a score of 0-3. So you can see how depressed he is right now. He's crying. He'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victimOf the AI. Because he lose his world number one title. But I'm telling you, he's still lucky. Why? Because he can still be a professional Go player, but he will only play with human player. He won't play against the AI anymore. But I'm telling you, we are experiencing a fast-paced,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this time, the people get most affected are middle class. We're not so lucky. For instance, news editor. We talked about news editor before, right? So we all know that a lot of the news providers start to use the AI technology instead of a human being to write the news articles.So the job security of those guys will be affected. Similarly, trader. We know that today, if you go to Wall Street, what you will see? With great probability, you will see software developers instead of real traders. Because those traders are greatly be replaced by what's so-called quant finance softwares.Okay. By the way, do you guys know where those traders went after they get fired? I heard that
They went for being Uber drivers. So next time, when you get a Uber, the first question you may ask is, were you a traitor? I think that question will piss them off, definitely. So similarly, so do bankers, accountants, lawyers, doctors. AI are so powerful. In the near future, the AI can even program itself. So eventually, the guy such as me who is working on the AI area will be replaced. So I was thinking, what's the meaning of being working hard? Are we working hard to get the job security? Until a very reason, I start to realize I'm working hard to get myself laid off much quicker. The harder I'm working, the sooner the day will come, the day that AI will replace middle-class jobs. Come on. Let's come back to the reality. It's not happening right now, right? That's the reason why I can be here happily talking about AI with you guys. So let's talk about what is AI. First, AI is a kind of program, software program, but it's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software in that the traditional software will be called a so-called rule-based expert system. That is to say, for example, if you are a programmer, you want to program something, you first will have a lot of rule set defined, and then you hard code those rules into the computer. And later, when the computer executes a program, the computer will execute each kind of rules based on certain conditions. But if you are running an AI program,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There's no such rules. Okay? There's no such rules. Instead, the computer will have a self-adapted training system. And the computer will be fitted with a lot of data. And eventually, the computer will learn by itself a rule set based on the data you feed to the computer. Okay, that's the main difference. So from that sense, you know, the AI, especially the machine learning, which is the software core of the AI, is more like doing math,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probability and the statistic. So talking about machine learning, we have to talk about the deep learning. No matter what, even if you don't know the technology, you may still hear this word. This word is everywhere today, from news, televisions, radio broadcast. But back to 5 or 6 years ago, that was not the case. Back to the time I was a PhD student, miserable PhD student working on some AI-related topic, and I need to review a huge many number of machine learning technologies. Here, I just simply made a screenshot from Wikipedia. Let me see how many algorithms are there. And you can imagine how desperate I was back to the time. But now, everything changed since 2013, when the deep learning becomes the most popular algorithm in the AI world. So, deep learning, but rarely people know, is that deep learning was first developed in 2006. But it takes the algorithm more than 8 years to become as famous as today. The reason is very simple. Back to the time, we don't have the infrastructure to support the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Think about this.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oday and 10 years ago? You want to have a guess? I hear the good answer.
big data. Today we have cloud and big data because the deep learning needs a lot of data to train. So we have the data right now. And there's another very important factor. That is computation resource, right? So today we have high efficiency GPU and CPU, which gives the deep learning a good computation resource to use, because we know that deep learning needs a lot of computation resource and is time consuming. So from this sense, we kn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 high technology is not only based on a mathematical modeling improvement, but also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technologies, especially infrastructures, hardwares, et cetera, et cetera. So because the time is very limited, I cannot give you very detail about deep learning, but just give you an impression what deep learning looks like. I draw this picture. The deep learning is nothing but an extension of the traditional classical neural network. And here I draw a two layer of neural network. This is a very classical one. And here, as you can see, we have one input, one output, and one hidden layer. And you see there are a lot of circles. Each of those circles is representing a neural, which is the basic unit of the neural network. And they are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as indicated by those lines. But actually, those lines is not hard-coded by the programmer. Instead, it is trained by the computer algorithm itself. OK, we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computer software technologies for so long. Let's jump aside and talk about something about art.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going to introduce you some masterpiece of artworks conducted by me. As you can see on the top, there are two regular pictures. Regular pictures or photographs. And on the bottom, based on which I created these two artworks, I borrowed the style of Chinese artist Wu Guanzhong and make these two artworks more kind of Chinese-like. So somebody asked me, what you are doing? I would tell them, I'm an artist. Seems like you don't believe me. Okay, you got it. I'm lying. Those pictures are generated from AI program. A program based on an implementation of algorithm in a publication in 2015. In that publication, the author is discussing a topic that whether or not we can make the AI to be creative. Before deep learning, we thought the AI can only make some simple task with the repetitive pattern. AI is good at those kind of work, but we thought AI was not good at being creative. But with the deep learning technology, the author moved some steps towards the direction that AI can be kind of creative. So with that, you may understand currently what those researchers are doing. We're trying to give the AI kind of consciousness, right? We are trying to let AI to be more creative, to be more emotional, to be thinking more like human being. But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on that route. We have a lot of difficulties in algorithm improvement.
So today I'm going to propose a totally different view, a totally different way to achieve that. I'm going to propose to use, to leverage our ancient Chinese wisdom and bestow the AI more ability to be thinking more like a human being. Have you ever heard about the Yi Jing and Ba Gua? If you're Chinese, definitely you heard about it, right? But I bet most of you won't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exactly, because seldom people is working on the research area on that area. The reason is very simple. First, most researchers won't understand Chinese. Second, even your Chinese researchers, you won't understand the Asian Chinese language very well.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re's not too many researchers working on this area. But today, I'm going to give you some new sight. So it has been long saying that there's a rumor saying that the Ba Gua can be used for predicting futures. Personally, I don't know if it's correct or not. It's true or not. I don't know. But if the rumor has any base, I'd like to say it definitely deserves our researchers to figure it out. And there are a lot of open questions waiting for our researchers to figure out. For example, can we get a more complex mathematical representation from Ba Gua? It has been known that the Ba Gua can be represented by some binary numbers, right? So literally, Ba Gua means 8 different symbols. So with that, you can think the Ba Gua to be represented by 3 bits binary numbers, starting from 000 all the way up to 111. But I bet there may be more complex mathematical model behind the Ba Gua. We need to figure it out. Okay, that's one open question. The other open question is, once we get a mathematical model to describe Yi Jing and Ba Gua, can we replace the basic unit in deep learning with Ba Gua and give the computer more powerful to compute? That's also a good direction to go, right? So with that, I summarize my today's presentation, and hopefully you have a wonderful night. 非常感谢杨晨光博士的精彩演讲。那我们下面欢迎下一位演讲者曹晶博士，来自丹华资本。大家好，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AI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以及发展史。那么我们说起 AI 在金融领域呢，我们第一个想起来就是量化交易。So quant trading has been there for like 20 years or so. 它就是量化交易呢，可能在历史已经存在了20年左右，但是真正 become popular 的是可能从2008年以后开始。那么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个小公司叫做 Spread Network， 它花了$3亿的经费，从芝加哥到纽约的通讯光缆。那个时候呢，它把整个芝加哥和纽约的通讯速度提高了几十毫秒。那时候呢，因为期货交易所在芝加哥，然后 stock 交易所 NYSE 和 NASDAQ 都在纽约，所以说你的速度如果比别人快一步的话，就可以做之间的 arbitrage。那么其实这样的逻辑已经在历史上存在很久了。我们最早先的时候，我们知道 CME has been there for 169年了，到今年为止。那么之前呢 ，CME 是很多 floor trader。然后呢，我们知道最早最早以前那些 floor trader 呢，金融公司会雇佣大学退役的篮球运动员。那为什么会雇那些篮球运动员呢？因为他们长得比别人高，他们可以人很多的情况下，就是长得高可以更快的看到期货或者股票的价格波动，所以相对来说他们就有速度上的 edge。那么然后2010年的时候呢，股市有两次 flash crash， 那个时候呢就有反对者跳出来说是因为 high frequency trader
他们的速度太快了，导致他们有一些 advantage over retail trader， 就是对散户来说，他们没有那么多资金来交易，所以说没有那么多资金买服务器托管，所以他们速度上会比他们差很多。That's unfair。那么其实这样的声音我们在几百年前都听说过了，因为在最最最以前 NYSE 交易所还没有电视的时候 ，NYSE 交易所我们要交易股票是要到 NYSE 上去看那个交易所的牌子翻价钱嘛。然后有很多人就抱怨，有的人家里住的 NYSE 比较近，他只有两个 block， 然后他是住在 20 blocks away， 然后走过去要比他们多花20分钟或者骑马过去，所以说他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所以这种历史的发展都是相似的，但是我们相信技术的发展是不会被这些反对声音所阻碍的，只能往前推进。那么量化交易或者说是金融数据在金融市场的应用呢，这几年是如火如荼，不仅仅是在交易方面，还有在就是说另外一个方面的应用，就是在一二级市场投资方面，他们是一个模糊了二级市场投资的界限。那我们举个例子，就是现在所有大型的矿放，包括 True Sigma， 包括 Worldquant 之类，都会有他们的 investment arm， 投在一级市场，他们会投一些金融数据公司。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是因为第一，就是说他们比别人更加知道怎么利用金融数据公司那些数据去交易。就是现在金融数据呢，我们知道每年我们都产生4到8倍的数据，比前一年，所以现在的世界是并不是说数据不够，而是说数据太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更加快速的去 consume 这个 data。 所以说作为量化交易公司来说，他们跟别人相比的 edge 就是说 they know data well， 他们有更多的 resource， 他们有更多的 PhD 可以去consume 这些 data， 然后他们有更多的 edge 去知道哪些数据是有用的，哪些数据是没有用的。所以相对来说，与其说仅仅利用那些数据去交易得利的话，还不如反过来，一方面在一级市场投资那些大数据公司，然后反过来就是说另外一方面呢，可以指导他们怎么更好的产生数据并且利用数据。所以他们可以双方得利嘛，一个是在二级市场上通过这些数据交易得利，另外一方面在一级市场上可以扶持这些优秀的公司上市。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然后另外讲到虚拟货币比特币，这是一个区块链的应用，刚才孙老师也讲到了，这是大趋势。确实虚拟货币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并不仅仅是一个金融领域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东西，它会涉及到很多监管方面的问题，包括人类很多很多人的梦想，就是说如果我们能不能够自由的转换货币，不需要任何政府的监管，那么比特币或者别的虚拟货币产生呢，是天生是负担着这个使命的。所以说我们知道比特币产生到现在也是一波三折，最刚开始的时候比特币的币值非常低，可能就不到1美分就可以买很多个比特币。那么到现在为止，比特币从去年两年前到现在可能是涨了5倍，包括以太币应该是两年时间，从它 ICO 开始到现在涨了50倍。那我们知道昨天晚上以太币有个 flash crash， 从一下子价格从360美元一直被打到了10美分一个，然后在短时间内又回到了322美元左右。那么这种现象呢，我觉得是件好事，这标志着这个货币是成熟过程中必然要经历过的一种阵痛。因为我们知道哪怕是美国股票市场这么成熟的市场，在2010年、2008年的时候都发生过 flash crash， 那么这个以太币的 flash crash 只能促进它的交易机制上更加成熟。并且呢，因为现在的虚拟货币差不多有40-50个虚拟货币的交易 daily trading volume 在应该是在30个 million 以上，然后1个 billion 以上的也是有一些虚拟币种了。所以说这个大趋势是这样的，就是虚拟货币会越来越多的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rket。 我自己 personally 是把它 view 一个 alternative investment asset， 这个东西是share some similar factor to art investment but still has different features。 因为 art investment 它并不承担一个货币的职责，他们本身是有货币职责的。对虚拟货币以后的发展唯一的 concern 是，如果再来一次2008年金融危机，当 liquidity dry up 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次 flash crash， 或者说币值下降，因为他们必须把虚拟货币换成本币，然后才能付别的方面的 margin call 等等。但是 in the long run， 我们从历史角度来讲，10年、20年角度来讲，那个虚拟货币肯定是会在这个整个金融市场里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观点我觉得孙老师是说的非常对的。然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包括人类以前的飞行，包括网络，包括移动互联网，现在是 AI， 它的发展路径呢其实都是相似的。一开始呢是从 technology 方面的突破，
然后可能承担一些小任务，然后慢慢的这些小任务就连成了一片网。那么 AI 在这方面是有天生的优势的，为什么呢？因为对于 AI 的哲学上的思考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包括以前阿基莫夫的小说机器人三大定律，就是非常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就很久很久以前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说一旦机器人有了智能以后，那么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是什么，道德上的、伦理上的等等等等。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讨论，那么我们现在讨论 AI 的技术呢，是一个自下而上的 approach。 我们现在呢正好处在这个社会的变革点上，就是自上而上的讨论和自下而上的 research 可以有一个交汇点，这个交汇点到底在哪里现在还不知道，但是 sooner or later it will be there， 就是我们现在技术已经成熟到那个点了。十年以前 AI 的 application 非常非常少，有少数的几个应用就在 vision 方面啊，包括人脸识别方面、非常非常少，但是现在 AI 的应用是到处都是。那么整个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变革阶段，我相信 AI 会像互联网、会像移动互联网一样改变大家的生活啊，这就是我的一些浅显的看法，欢迎大家交流。好，谢谢大家。好的，谢谢曹教授刚刚给大家带来了比较有洞察力的、有洞见力的这样一个在金融领域的一个观察。最后呢，我们请出的是新晋的一个合伙人，也是我们的这个艺术家与这个时尚方面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这个比较引领潮流的一些观点的和 AI 结合的月柳。我们有请月柳给大家带来最后的演讲。那我呢其实跟这个曹博士包括这个教授比起来可能要差一些，但我会从我自己的观点和我现在已经有投资过的这个跟 AI 相关的企业呢给大家来分享。那我觉得其实人的生命的过程呢是一个从我们会有到身体、心理，最后到我们自己的灵魂，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整个一生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生活的环境呢其实就是衣食住行。那从衣服方面来讲呢，因为我自己有做时尚品牌，有我自己的一个时装品牌和珠宝品牌，那我发现我早期就是比较喜欢传统的衣服啊这样，但后来我发现了 Apple Watch 出现之后，我就觉得哇，原来一个手表都可以带到这么强大的一个智能的功能。然后我就给了我的团队一个这样的一个课题，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穿的服装可以符合我们的心情，就是这一件衣服它可以帮我们调节心情，因为这个时候就是服装来感受我们自己。那现在我们的这个过程也到了一半的程度，那我发现这个领域会带给我们一个最新的东西，就是当这件衣服它有了感受力了，就是它不仅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它有了它的思维和它的意识，它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一天的心情是怎么样，然后整个的服装会对我们个人有一个提示，你的心情现在是怎样的，你要怎样去处理你现在的情绪。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那我觉得这个在未来的时尚产业，我相信它会是一个颠覆性的工程。那再讲到像我们平时吃的食物，我发现其实人是很难控制自己去吃应该吃的东西，但这个就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课题给到我们，就是我们需要怎样控制我们去吃正确的食物。那我相信这样的东西呢其实只有在 AI 的领域是可以达到的，因为它的感受最重要的不仅仅是一台机器，那它是注入了思想和它的灵魂，而它同时又能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不同人的需求，它会这样反过来给我们身体一个补充。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很多人在讲这个智能领域，他讲到了他这个会是一个灾难性的，但是我觉得人的思维的观念是这样，看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因为人类的进化一定是一步比一步要更先进的。
我相信就是从互联网转移到了这个 AI 的这一步，我相信这也是注定我们每一个人类这一个物种我们要所面临的一次变革。那像我们现在有在投的以色列的这个路径的这个途径的汽车，那我们公司基本上把这个大中华区域的中国区的70%都有把它买下来，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在道路行走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车祸会发生，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凭借人的意识再去掌握这个步骤，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事件。包括我们这个现在全球的交通堵塞的问题，无论是在纽约、在北京、在这个伦敦，我都发现了交通堵塞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基础的智能是可以控制得了的。那我发现现在的以色列的技术，它就是可以达到完全的一种感应系统，那它当它感受到前面堵塞，车会自动的停下来，而且它同时控制了所有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它会在你快要跟另外一件车发生摩擦的同时，它会提示车就停下来。我相信这些领域都是我们用一种正向的眼光去看待 AI 发展的一个过程。那再讲到我们最后的一点呢，就是像衣食住行，我们基本上人生命这些包含的领域我们都讲完了。那其实最终我发现 AI 进行到现在呢，就是针对于我们个人的改变。因为人最开始的应该是我们的身体的形态，那身体的形态现在在 AI 和生物科技的领域已经发展到了我们破有的基因，包括我们坏的基因，一些家族遗传史的基因，那我们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去修复我们这些不好的基因，包括我们在发生任何身体受伤，包括这个我们骨折，包括器官受损之后，我相信只有 AI 的领域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一个生物空间的形态去修复我们这个本体的。那我相信最重要的就是，我也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生物基因带来的整是只是一个身体的修复，那人还有我们心理，身体之后就是我们心理的层面了。那当 AI 这个人工智能出来的这个人，他是可以感受到我的心理的，那就证明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机器了，他是注入了思想，包括他有去创造的力量的时候，那我相信这一个步伐应该不会到3年的时间他就会实现，而且最终这个人是有灵魂的。我觉得就像教授讲的，最终其实他也是一口气，那这一口气就是灵魂的存在，那他也是有思想，他也知道他这一生来要做的使命是什么，那在这个时候他会给我们是一个很好的镜子。所以我相信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就像我们在做的一个新的计划，就是一个同样的 Rachel 月，同样的 Rachel 月就站在我的旁边，但是他的功能其实要比我更强大，因为我会有皮肤的衰老，会有这种退化，包括会有一些病变，但是他身上已经完全没有这些，他是一个完全新的，而且他的体力会超过我，我现在在这里开会，他这个时候就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其实这个速度会很快就实现，而且这一天的步伐会超乎我们的想象，就像当年我们没有想到互联网的时代会发展到今天，我相信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那在这条路上，其实哪个人可以先踏进来，我觉得第一是注定你要踏进来，因为你是相信这件事情，并且去追随了去创造它，这也是为什么最早微软出现，谷歌出现，包括像 Facebook， 包括为什么像马云，我们是6月份一起在北京开会，那他就跟我说，他说
其实我是一个互联网先踏进来的，只不过我是从美国拷贝来放到了中国，之后再不断把它发展壮大。那我相信在 AI 的领域是一个道理的，就是谁能先踏上这条列车，那谁自然也是回馈给社会更多的。那我觉得，我相信未来我会伴随孙老师，包括教授，包括像Sana，包括所有对这个领域感兴趣而希望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的朋友们，我们共同努力去把这件事情落地做好。谢谢大家。好的，谢谢月柳给大家带来的关于时尚领域的和 AI 的结合的一些洞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 Q&A 的环节，我们有请现场的所有的今天的参与讨论的嘉宾来回答大家的问题。So first, I could tell that this talk has been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the major introduction and the insightful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second is a launch of your prestigious startup, if I may say. So basically, four of you are partners or I'm not sure how I should call the positions. So you are the founders of the firm. So I would love to ask about the disclosable part of the business plan and the recruitment processes, as a lot of us here, are either prospective employees or the newly graduate students or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s who love to possibly devote ourselves to this area of professional field and possibly working with you. Okay. 想跟我合作哈。That's true. 赶快跟我合作啊！要那个要错过机会就麻烦了啊！现在这个。刚才我们的曹晶博士 也谈到一点，就是现在是一个时代的这个 交汇点，是旧的时代跟新的时代要翻篇这个时候、啊、所以你们年轻人在学东西这方面一定要有前瞻性、啊不要学那些过去的知识性的东西，历史性的东西，更多的是学现在关注的和未来 的东西，是你们年轻人要学的、啊、包括硅谷有成立了一个叫英雄学院啊，英雄学院，他们教的人全部是活着的英雄，像像什么扎克伯格呀，像比尔盖茨啊，都是活着的，死了的人他们都不学，所以你们年轻人要关注这一点。现在呢，有一个系统，你们上网可以找到这个系统，这就是 AI 是如何让你找到更好工作的一个系统啊，你们上网就可以找到，年轻人比较很快。以后未来就通过 AI 这个测算体系迅速可以找到你们想要的理想的工作，甚至可以找到理想的男朋友、啊、这个 AI 都能做到这个了、啊、你联系我 Facebook、啊、那个加我的那个加我就可以了、啊、或者上川普大厦找我、啊 okay 我提个问题、啊、这个请教几位科学家我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这个对不起，这个我相信那个孙老师也是唯心的啊。但是我在，对对，因为我们讲唯心是有上帝的存在才会有唯心的看法。从那个刚才你们这个书写模式来讲，我想请问两位科学家，你们在确定 AI 的基本的一些算法的时候，是灵性的冲动或灵性的补充？产生你们这种灵感的设计还不是不是这个道理，请问一下，谢谢。谢谢这位老师提出的问题啊。那个首先我觉得这老师提的问题特别好，就是说科学家在做研究的时候呢，很多时候确实是他来自于他的灵感，并不是一定是真的是从技术方面去解决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这 AlphaGo 它实际上它的算法，我们知道它今天用的是这个 Deep Learning 这个算法，但实际上它真正杀人的这个招呢，并不是 deep learning， 而是呢一种叫这个左右手互搏的这么一种技术啊，就是那个金庸武侠小说里周伯通经常用的这种功夫啊，左右手互搏术。那个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这个左右手互搏它这种技术就直接就可以让这个 AlphaGo 战胜一个职业二段的这种选手，
而就是这个黄世杰博士最开始研究 AlphaGo 的时候，他用的就是纯粹的 Deep Learning 这个技术本身，只能战胜跟业余六段棋手大致是差不多的这种棋力的样子。所以那个很多时候你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是要从哲学的方面去思考这个问题，从哲学上去找一些这种解决方案。其实像这种左右手互搏，这种就是电脑，什么叫左右手互搏？就是电脑自己跟自己下棋，就是这个他在这棋盘上，那个电脑第一步，比如说想跟人一块下棋，第一步不知道往哪儿走，怎么办呢？他就开始自己在棋盘上自己跟自己下，电脑模拟啊，在内存里模拟，就黑一手白一手，黑一手白一手，最后把这个棋盘占满，然后他算一下说这个谁是黑胜还是白胜，然后他又这么在电脑自己内存当中模拟成千上万盘100万盘棋，最后呢他得出一个统计规律，就是说第一手我下在哪儿，我对人类的胜率最高，于是他就真正下在哪儿。那么他所有后面的棋招全是一样的路数，全是这么去算。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种哲学思想在里面，并不一定说你非要有这个 PhD 的学历你才能做这种事情，但是这种往往简单的就是最好的。所以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跟这个孙老师一块合作呢，他这个提供哲学思想来供我们参考。这个我说两句啊，我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科学在验证什么是真理啊，哲学呢在告诉你真理是什么，但是实际上呢都跟真理不沾边，都是接近真理，就近真实。真正真理那个地方就是 God， 就是只有上帝那个地方，上帝才是真理。所以呢我是学哲学的，你说我是唯物也好，唯心也好，但是我相信上帝啊，因为我相信上帝，我才相信这个世界或者另一个世界，不，整个的世界才有真理。如果我不相信有真理，我搞什么哲学啊，我搞什么，我最终还是相信真理，我的真理就是上帝。所以说我在我的人生过程中，我有三部书啊，咱们东方人啊，我有三部书。第一部书就是圣经啊，圣经是我终身甚至几代几代的，我作为我唯一的不可选择的 一部书就是圣经啊。第二部书呢就是易经啊，就是我们中国的易经。严格的说呢，如果在华人世界里头，不管是中国还是台湾新加坡华人世界，能懂得周易的只有三个人，只有三个人。一个呢就是我的北大的老师叫朱伯坤，还去世了啊。一个叫刘大军，山东大学专门研究相术的啊。可以说第三个就是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学的是表面啊。周易这部书呢是非常是东方智慧的结晶。所以为什么我在讲西方的科学它只能是左手斗右手，我们从来不玩那个啊。我们的易经是研究这个世界如何变化的这部书啊，它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有相术的这个理论，包括我跟杨成光博士啊，还有现在的西北大学的这个马荣博士啊，马荣是专门研究相术的啊，他可能过几天要成为我的 partner 啊，就我们东方人。在这个相术这个测算的过程中，我们这个周易的演卦的过程中，我们完全用很简单的8八64卦，就是几个数字，就把整个世间万物说得非常清楚。不像西方还左手兜右手，你算我多少，我们不算那个，我们越算越简单啊，越学就东方的东西越学越简单，西方的东西越学越复杂。最后弄的什么尼采啊，那个像那个叔本华呀，全撞墙去了，科学家最后 全撞墙去了。为什么？他把自己给算晕了啊！但是东方的智慧就是告诉你什么叫智慧，不是知识啊。我们是在通过知识的这个角度中上升到智慧的层面啊，这是我们这个东方这个周易的精华啊。第二部经呢，就是《道德经》，就是老子的《道德经》。如何管理这个天下啊，天下是如何管理啊，比如说帝王之学，什么叫帝王学？以后你们做老板，做你们想当大老板的，
我如何管理这个老板，就如何管理天下，问我啊，我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帝王学啊，中国的帝王如何去管理天下。包括我给川普总统出了三个主意啊，三个主意。川普总统说，孙连刚你是我的朋友啊，你的思想让美国更伟大，这是川普给我写的啊。我给他出的三个主意，我说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解决美国降税的问题。降税啊，如果要想让美国的经济繁荣，让老百姓生活好，第一件事如何降税，把税降下来，把税降下来。我们中国的汉朝啊，我们的汉朝就讲究30税1，15税1，30税1。我们那个时候讲究如何把疲惫的社会进入一个繁荣的社会。我们汉朝的时候就用了老子的《道德经》这部经，哎呀，无为之术，如何让民力大大的起来，一定要降税，政府要降税，少管事儿，降税啊，这是我提的第一个，给他提个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就是解决就业，啊，让那些把福利变成刺激就业啊，解决就业啊，这两个才能整个把美国的经济繁荣起来。但是这个完全都是用老子的《道德经》如何管理天下，如何管理天下，这是我的三部经啊。啊，你好，那个杨教授，我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人工智能的，想问一下您。就是你刚才有讲到，我们可以赋予他们意识以及思维能力，对吧？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在某种程度上，或者某种可能性的话，他们是可以发展出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意识，然而是不为人类所理解和控制的呢？首先我没有说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可以达到那种程度给电脑赋予意识，我只是说这只是一个我们需要摸索的方向，研究的方向。至于这条路还有多长路要走，还是一个问号。我觉得以目前根据目前的科学发展来看啊，我觉得你说的那个问题可能还要至少我们有生之年是很难见到的。电脑目前的科技的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是到达那种可以它自己产生类似于人的这种智慧的这种程度还是有一定距离的。I'm sorry for raising another question. So it's again on the disclosable business plan. So you talked about the political policy improvement about possible promoting smaller federal government or regional government with possible tax reduction. And so I want to ask about the startup on its business plan. Will it be involve some political collaboration with possible U.S. government, Chinese government, or whatever kin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ssociations, or the plan will be purely commercial? So what kind of realm will it possibly be working on? Like biomedical sciences, infrastructures, or something else? So I was talking about, so in which realms are we going to possibly working on? OK, 我来回答啊。那个刚才你说的问题呢，我们实际上 是一个纯商业行为，也是一个科技推动人类改变世界的一个计划啊。我们会跟政府合作，但是我们是为政府提供科技服务跟创新技术这方面啊。所以呢，这个世界这个政府包括这个企业包括你个人啊，你需要我们的技术的服务跟观念的指导，你都会成为我们的 partner， 会成为我们的客户啊。包括现在最需要改造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啊，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断的要改造这个社会，升级，让它升级，让它更公正，让它更公平，让它更那个有效率啊，有效率的啊。所以呢，现在的不管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还是各国政府，他们太没有效率了啊，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花了那么多钱，效率这块。所以我们尽量呢先从社区管理，包括交通管理，包括跟今天我谈的金融体系的这个管理的升级，我们不断给他们技术升级啊，需要你加入我们的团队啊，我们帮助改造这个社会，改造这个社会需要整体升级的时候。
所以我不认为人工智能会导致我们失业啊，人工智能会创造出更多的新兴的就业啊，所以你们不要说哦，我就失业了，不是啊，当年互联网这个 IT 产业，这个进入的时候，给提供了多少人的就业，多少人在这个新的浪潮中找到自己新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恐惧未来啊，我们未来。这个 IT 这个产业会给整个的社会重新带来新的大洗牌，就是你如何新的认识，你能找到你的位置，啊，甚至现在给资本找一个出路，我投资什么？如果你现在还投那些传统的，那你不等着 over 了吗？你就要投资创新性的。现在中国政府跟美国政府都非常关注创新这块，包括前几天白宫也成立了创新办公室。啊，创新办公室，美国也是在创新这一块要引领人类的进步，所以我认为美国如果这一步走得好，它还会在100年、50年成为世界的 number one， 这就我说美国第一，啊，美国会成为，但是这次的确是人类一个大的上升点啊，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我们现在都是时代的宠儿啊，这个时代能抓住这次机会。啊，我们会改变这个世界的。感谢各位老师，我有两个问题想同时问。First question is, when you say that there are lots of jobs that will be replaced by the AI, I've also heard that more jobs will actually be created. Do you think that the rate at which job growth will increase? Can keep up with the AI displacing the current jobs that you mentioned? And my second related question is whether population growth, do you predict will plateau or will it be even sustainable? And who is to support all of these people who are now sitting around without jobs if they're not good at tech? 我觉得这个大时代的到来啊，你要敏锐地抓住的机遇，你不能说哪个帅哥是我的，哪个是你赶快扑上去啊。就是我说的意思呢，就是的确是，如果在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在创新的过程中，你要迅速把握住机会，抓住你想要的机会啊。这个时候机会是重新来的，比如说现在的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他们是 IT 这个里边的时代英雄，这个时代过了，他们不会跳过这关的。你记住了，历史，我学历史的，历史绝对不让你。那些过去的英雄再跳入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你们的世界，啊，一定要抓住他们是抓住他们的机会。比如洛克菲勒，他们那些传统的工业，他们抓那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你们的时代，啊，不要问哪有工作，就要一定要 idea， 发挥你的想象力，啊，机会大把的机会，而且只要有一个思想。有一套体系就会建立一套服务体系，啊，总的原则都是为人类服务，为人类服务是重要的。不管什么 AI 什么什么，比如说工业革命啊，工业革命一二三四五，现在到第五次革命就是智能革命啊，智能革命也是为人类服务啊，总的原则不会变啊，只是技术手段不同技术手段，但是为人类服务这个概念。是不会变的，小姑娘明白吗？抓住机会，找我啊！我有个问题，其实想问一下曹老师，就是因为你有提到说，就是一级市场其实可以帮助到二级市场做投资嘛。然后我想请你给我们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大概一级市场怎样的创新能够给到二级市场的投资的帮助，或者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 idea， 你们是在一级市场在寻找能够说帮助到二级市场？谢谢。谢谢你的问题，就是说我可以举一个实战中的例子，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公司叫 S3 Partners， 他们做的事情是 publish short interest data。我们用量化交易做的 short interest data 是每两个星期 publish 一次，所以 it's not tradable， 因为这个 data 太 stale 了，是 historic data。但是现在呢，有一个 real time 的，就是说 short interest data， which is a pretty good signal to predict stock move。That's a very good example of， I think both。Two Sigma and Wukong had an equity stake in the company, and the data has been proven to be very useful in equity trading. So I think it's a perfect example of
demonstrating how can we be an equity investor in primary market and also be benefit from the data they provide to make profit also in secondary market. 所以说在现在的就是包括数据包括 AI 的包括移动互联网盛行的现在一二级市场的结合点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传统的一二级市场结合点是 Tiger Fund, 就是说你投一级市场投到上市然后接着交易它的股票是 Tiger Fund, 从一个公司的开始就投到结束。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一二级市场哪怕是二级市场的 single player, 也可以在一级市场进行利用他们在这方面的 edge 进行投资。Think about this, 一个传统的 VC 是看不懂这样的公司的。因为外面数据公司太多了他并不知道哪家公司的数据是 be more useful for trading。但是相反你如果你本身就有一个二级市场放的你本身就有一个 edge to,in the better position to judge whether the data is useful or not.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对，我觉得可能孙老师对这方面就是说，我觉得更加广泛的一个问题是说 AI 是怎么改变整个社会，怎么融合各个行业之间的间隔而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我觉得孙老师可能对这方面会有更大的想法，而不仅仅比如说我们说的生命科学，我们说的 AI,我们说技术以前是传统完全分牛麻不相及的或者是医疗行业，那么在 AI 这个方面的产生发展到现在就觉得孙老师觉得他是怎么能够对这个整个社会的行业促进一个融合再发展，这样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加大的问题。的确是，就是你不要从具体的事件中啊，更多的从我们的思想中，我们的思想如何认识到智能时代的到来是改变这个世界，一定先要从思想上改变啊，小姑娘一定要从思想上改变，就一定要意识到啊，这个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不可能在原有的位置上不动啊，你一定要改变创新你的观念，如何进入智能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叫智能时代，比如说 IT 时代，比如说电气化时代，比如说工业化时代，这个时代到现在第五个时代到临就叫智能时代，我们如何去面对智能时代，包括你找工作找男朋友以后，包括投资，包括你的理财师也可能不是人，可能就是一个智能财务顾问，它是一套体系，它告诉你怎么投资啊，甚至给你提供更多的资讯啊，包括这个以后的银行啊不再用资本来创造财富，它完全是用服务啊，用服务如何去用智能提供你更多的创造财富跟财富安全，还有这个金融的一些服务啊，会成为智能产业现在关注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在投资这方面用资本再去赚钱的时代结束了啊，以后你存在银行的钱不会有利息的啊，不会有利息的，而且你的钱还要给银行保管费啊，就未来靠利息这种服务不可能了啊，所以是完全要靠那个新的这个数字化货币会解决资本的问题，变成了银行，变成了你的理财顾问啊，这个所以这个呢是现在人工智能要攻克的这个系统啊，所以你们要建立这种系统啊，要用人工智能系统如何去为人服务，以后靠大资本，靠高投入，靠那个资本野蛮性的那种野蛮性的东西都不存在啊，那个很快不会存在，因为资本会为人服务，这个理念不会变。好的，谢谢孙老师和各位嘉宾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点评。那今天的我们的 conference 到现在呢，基本上就可以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莅临，也谢谢我们的嘉宾。